藏历四月是藏族传统节日萨嘎达瓦节。萨嘎，藏语意味星宿；达瓦，藏语意味月份、月亮。每年藏历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十五日低宿出现，故称萨嘎达瓦。藏历四月即佛陀释迦牟尼诞生于兰比尼，成道于菩提迦耶，涅槃于居士那陀。出世、证悟、涅槃三大殊胜日于一月，藏历四月是一年中殊胜的月份。在萨嘎月值任何善法功德都不可思议。经书记载，在普通殊胜日行持善法已有极大功德，尤其是在四大节日中行持念咒、顶礼、供养、点灯、为僧众供斋、持戒、修持慈悲心与菩提心等任何善法，其功德都会是十亿倍的增长。以此缘起，全世界佛教行者们，无论是寺庙、出家众或在家居士等修行人们，都会在这天进行各类善法，不论是持咒、点灯、吃素、八关斋戒、过午不食等，可以累积福慧二资粮。宣说文殊沙土功德经中云：诸法依缘生，住于一乐上，何者发何愿，将获如是果。对此中所说之理生其稳固定解，除了积聚往生净土资粮，成就出世果位之外，也能对我们在此世间的生活需求、事业的成功有所注意，尽除所致烦恼障，远离人与非人害，得健康长寿。对于身处五浊恶世、福薄障重的我们来说，是非常重要的修行节日。萨嘎达瓦，百灯供佛。详情请点击以上网址随喜参赞。